兄弟们，早上好！明天的周五终于来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没有去吃米线或者是啊土豆粉啊，因为孩子高烧啊，出不去、啊。因为昨天啊，本来打算晚上是去吃土豆粉啥的的，结果导致我白天没咋吃，然后晚上呢也没咋吃，就等于跟人家学了一次轻断食。今早上好细呀、啊！我操，太好了！我饿了，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咋的了？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啊！黑咖啡和蛋白粉、胡萝卜还有鸡蛋粉。嗯，有姐妹问妈妈，妈妈，我的腰围啊60，然后我腰围80，我腰围70，算粗还是算细呢？粗细这玩意儿，你不得有个对比吗？就网上有的姐妹问我，啊，妈妈，我105斤，我110斤，算胖还是算瘦啊？我还用不用再减一减？嗯，哇，光吃馅真好，吃完馅干吃脾气不好了，所以蘸着蛋白粉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个事儿你不得有个对比吗？拿你的手指头跟牙签比，那你说谁细谁粗？那你的手指头跟这个拿小棒比，那是不是手指头就粗？你去看这啥比啊？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拿自己的腰围跟别人去比，你看人啊，我跟你的比，或者是我跟一个大骨头架子比，你的骨头架子大，人家骨头架子小，你咋比？你没法比。咱们的腰围比例多少算好看？打个比方，我的骨头架子大，那我的腰围啊70多，你的就挺好的，就挺匀称，挺好看的，挺细的了。那你的骨头架子小，你估计得60啊，你可能显得还细一点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说不用跟别人比。我现在特别喜欢而且欧包吧，单独吃馅，然后单独吃皮。咱呢最好的就是看自己的腰臀比例，就你的腰围除以屁股的维度，国际上公认的就是维度。比例比较好看的就是，出来那个数是在0.67到0.8之间，就算是比较好看的。还这大馅儿，单独吃馅儿真是爽歪歪。还这个底下这个酱，巧克力酱就像吃布朗尼似的，动一动啃着吃应该也很不错。如果说这个比例你超过了0.8，那就是不太健康。哎，这个是那个梅梅的，绿的。是白云豆沙加了抹茶，底下呢是奶酪干酪加了草莓酱、梅子酱，再把蛋白粉这糊进去。早上我闺女的饭也是欧包，为啥吃欧包？那边不是打开一些吗？对吧？都掰开了，所以姐妹们没有必要跟别人比啊，没事的时候量量自己的维度，腰围多少才好看？